会啥啦？我先乱。前方轿车突然急刹，驾驶开到左侧，拉下车窗，想要问清楚，对方却突然暴怒，满口脏话，甚至企图下车动手打人。我来啊！无啦，我甲你安怎？来，我你这妈！我甲我打动呢？我上不来啦！乱！留那两台车嘞？连问了好几次，红衣男就是不肯说清楚，发狂似的脏话连环骂，行径相当嚣张。现在很多了，现在还没叫。辟邪的游泳台戏吗？大过年开车碰到路怒族，发生在大年初三下午，一家三口从南部北上，在新北市八里遇上前方轿车突然刹车，驾驶一头雾水，事后在脸书上发文，和朋友三台车携家带眷要往八里渡船头走村，返程路上遇到这位哥，不知什么缘故急刹，以后我们怎么赶来台北？警方将依据那个影片所提供的车号来通知双方当事人来本所说明，双方事后都没报案，但针对这种路怒族，只要发生逼车或急刹，警方就可开罚6000到24000元，并可当场禁止驾驶、吊扣汽车牌照3个月。但再看一次男子嚣张呛虾模样，也打坏这家人过年北上的大好心情。来，我你这妈，我给我打洞嘞，我上不完了。记者翁启斌、李玉涵新北报道。